这阳光无限好，只是在中午啊稍微有点晒。哎呀，正好这个时候人多，吆喝吆喝吧。刷游戏了哈，刷游戏了，看图写字游戏，写出20个字来奖励8000元，奖励丰厚啊，快来刷，快来刷啦。我这吆喝这么长时间也没什么效果，不行，我得定位啊。大爷大妈，那别在那遛狗了，过来刷游戏吧。什么？给小狗洗澡去？哎呀，洗澡哪有挣钱重要啊？行，洗完了过来刷啊。哎，那个张廷俊那个小猫，过来刷来，来，好刷，给你钱，快过来。我吗？来，猫，快过来，快过来。哎呀，来，坐。小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容我给你介绍一下啊。好啊。你感觉自己智商怎么样？那必须的呀，这还用感觉吗？哎呀，那我这个游戏啊，就是为恁这些高智商人士发的福利。好啊。你看这个小黑板，上面不是写的吗？是不是？看图写字儿，啊，你能写出20个字来，我奖励你8000元。啊。就下边这个字儿拼起来的这个图儿啊，对呀，就是这个图儿，怎么样？还有什么规矩没啊？你只要能在这个图里边找出20个字，写在这个小黑板上，啊，8000元就到手了，没什么规矩啊。啊，这么简单啊？来，带在图来的，再就是你刷游戏不得给钱啊？啊，你这个人呢，我突然问你有没有别的规矩，人家没说要钱。我说的是游戏规矩，那其他的那你不得给钱才能刷游戏，要我不赔了吗？是不是？那刷一次多少钱？刷一次200。200？啊？你藏呢你？你想想，这么简单，你智商又这么高，打出来就奖励8000，你不刷白不刷。8000块钱，200换8000，也行啊。那个老板。200块钱实在贵了点儿，能不能便宜点儿？你要嫌贵，这8000元可是要飞走了。过这个村儿，再走这个店儿就很难了。哎呀，哎，行，200就200，你看你那少心眼儿呢。哎呀，哎呦，有钱人啊！啊，不就200块钱吗？给你。哎，可以啊，这个有眼光有角度，那给你笔刷吧。那我就开始算算了哈。好，那没啥眼钱。人与人最起码的信任嘛。那我算了啊。算吧。不就20个字吗？切。二。啊？刷完了啊，给钱吧。不是你这不对呀、啊。这那么就不对呀、啊？你看没看我那个小黑板上写的是什么？看图写字儿，看图写字儿。我这上面画了个图呢，你没看见？你不在图上找，你在我下面找。啊，你都上边写了，这个小黑板上找出20个字，赚你8000元，这不是20个字？不是你这么年轻就钻这种空子，弄这种漏洞不太好吧？不是你不给钱，你几个意思？骗人的呗？不是骗人，我这是个公平的游戏啊！啊，你能写出来，我绝对会给你钱的。但是像你这种投机取巧、钻空子的人，我是肯定不会给你钱的。得了吧，骗子就骗子，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尚。不是，明明就是你投机取巧。你把钱还给我来，我不玩了，不行。开什么玩笑的？刷一次200，我不换。不换是吧？嗯。哎呦我去，吓我一跳！不换就不换吧，你怎么还这么大脾气了？现在的小闺女，哎呀，脾气真大！哎，吓我一跳！刷游戏了啊，刷游戏了！小伙子，我这在你门儿看你半天了，你这是在这儿干什么？啊哈，我在摆摊刷游戏嘛，看图写字儿，能在这个图上找出20个字来，奖励你8000块钱。啊。不是，那么我看菜间儿，你那个小猫那么转着一转走了。你不是让我骗200块？不是，
那不是他纸层不做直播吗？那个纸层太低了，刷不了这个游戏。这个游戏呢，就适合咱们这种高智商人群玩的。哎呀嘞，真的假的？啊，大妹，你一看就智商就高，怎么样？了解一下。哎，我瞅瞅。啊、哦，都是20个字嘞，将近8000元。不少吧？涨的可是不少哈。嗯、哦。想不想刷？这过这村没这店了啊！我今天你不刷，明天我就撤了。行，待会儿我给你10000个。哎，一等一等。那个这个了欠一个小门写的字儿，我还没写啊。他这智商不行。哎，大妈别着急，我先说一说啊。你看那个兔啊，首先你看这个兔啊，他就是因为没注意这个兔，所以他被淘汰了。你看这个兔上有什么字儿，你就写什么字儿，写出20个来，啊，奖励2000元。不过你现在给我200块钱。这哪么还得没等着得把钱再得掏200？哎呀，你这就是。第一付出高回报啊，你别忘了我给你8000啊。也行哈。那可不行啊，那你200换8000，要不我也干。好，8000块钱。哎、啊、说话我得问你一遍。我要是真写错20个字，你真给8000不是？哎呀，大妈你就放心吧，我这摆摊摆了多少年了。大丈夫一言好几丁，5-6匹马都难追啊！行行行行，来，玩一把，太好了哈！来，哎呀，有钱大吗？嗯啊！哎呀，舍不得孩子套不住了啊！啊，对，那么就咱这么点钱啊！哎呀，舍不。小伙子，来，写完了。这还真让你写出来了。怎么样？不行，大妈不散啊，不散，这个不能散。啊？哪么个不散？你虽然写确实写出了20个来，但是呢，你这个字儿写的不标准、不美观、不规范，我不同意，哎、我不认可。小伙子，我看你这是上访来呀？你这啥舌子？舌不规范的不给钱？不是，这个最终解释归我所有。我说他不规范，他就不规范。哎呦，我看你今天这次还真的放来了嘞，是不是？你拿不拿？你今天拿不拿钱吧，给我。我，不是大妈，你这个真不散的，要不你明天过来再刷一次。不行，就今天，赶快给我拿钱。要不这么样吧，我回家给你拿，你帮我看着摊，好不好？帮你看，不行，你得跑了，咱们能上哪注意去？我不跑，哎呀，你帮我看看摊儿。不行，就你这个破摊儿，打死也不值200块钱。不行，赶快，赶紧掏钱给我，别给我来这个里根了。啊，行，你等哈，你等。哎，你上哪？我回家拿钱。你今天一